对对，就这样。好了，那刚刚有看到，好，我们先照他做的好了哈。询问第一行，询问 line at 行销教学，请输入 A。好，假设我是访客，我就输入 A。A 送出。哦，你看哦，他自动回一个讯息了，有没有？我输入 A， 然后他就自动回应 line at 行销教学，请点击此网址。好，点一下。等一下，他就开启这个网址了吗？好 ，OK， 他就开启我的网页了。所以啊，为什么我说懒人包里面我会教你不只是 LINE 的工具哈，我还会教你怎么样架设，用很简单的方式架设漂亮的网站哈。因为啊，你看我的活用度已经活用到这种程度啊，就是你要去把它做结合。等于说你的网页内容都写好之后啊，如果你在使用 LINE 的话， LINE 是一种主动行销的工具，那网站的内容是一种让客户可以完整了解你的工具，所以你一定要会写，一定要会做网页，简单的网页，简单的方法去做漂亮的网页，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让对方去输入一些关键字的时候就取得你的相关知识相关服务。好，譬如说，好，我现在是访客，我打 B， 哦，啊，再送出，哎，你看，又自动弹出来，有没有？这个就是自动关键字自动回应的功能，哦啊，打 B， 然后你看 ，Web 里网站架设教学，请点击此网址，有没有？我再点一下这个网址，哦，你看，这样就跳到我的另外一页啦，哈 ，Web 里网站架设教学啊，有没有？这样跳到另外一页啦。哦，这边有影片介绍，所以会跑比较久。哦，这边你看，这就是我另外一个网页啊。好，那如果我输入像刚刚有 SEO 嘛，对不对？啊，不要用写的，用打的好了。SEO， 好，送出。哎，你看，这里有一段关于 SEO 的教学影片送给你，有没有？是不是刚刚我们写的那一段？所以，其实我在电脑后台已经设定好了，每一个关键字出现相对应的解答。哦，每一个关键字出现相对应的解答。好，那我再回到那个 line at 的，好，再回到 line at 的这个管理账号来。好，好，所以我刚做哪些动作呢？就是回应模式这边，记得哈，回应模式这边你必须要把它切成绿色的回应状态。然后自动回应讯息呢，你必须去设定一个哈，撰写一个新讯息，然后命一个名字，像我叫做 Basic 哈。好啊，我是没有指定时间，是因为我希望他不管在什么时候输，因为我根本不想要跟他一对一，所以不管他在什么时间输入，我都可以，哦，我都可以回复，我都可以让系统做自动回复这样。那如果你希望是上班下班你要切换时间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 OK， 上班时间让他打开哈。上班时间打开，那下班时间呢？你就不要让他去回应，哦。那但是你不是在这边设哦，你必须说，你必须去，我看一下哈。譬如说，我今天再去新增第二个讯息好了，two传送，你一次最多可传送一则讯息 ，OK。好吧，没办法。好，反正你只能够指定一则讯息啦。然后这个讯息你可以指定时间或可以不指定时间啦。可是我觉得你不要那么复杂，你就跟我一样，哦，不要去指定时间，你从开关去做设定。哦，什么叫从开关去做设定呢？我先把它回到前一步，哦，就是说你这个自动回应模式你自己手动弄比较方便。就是好，我现在下班了。我下班你就开启这个自动回应模式。我现在上班了，我想要一对一，我想跟对方一对一聊天，那你就把这个关掉就好了。好，啊，下班之后呢，我希望让系统自动回复客户就好，那我就把它打开。好，这样就好了，这样比较简单哈。啊，下班，反正你下班时间也不可能这么固定嘛，那你就下班时间呢再把自动回应模式打开，啊，上班时间呢就把自动回应模式关闭，你就可以跟对方一对一。好，这样了解吗？然后。关键字自动回应讯息就是，你去新增一组关键字，我们现在马上示范一个。好，刚刚是到 H 嘛，啊，然后好 I 好了，然后呢，
你要去编辑回应讯息。好，譬如说 ，I 不是，这是哦 ，OK， I 传送，好，完成，好，储存，好了，好，跑到下面来，有没有 I？ 那这个关键字是不管大小写的哦，对方不管输入大写或小写都是 I。好，啊，我们再回到私人的 LINE 来玩一下这个功能哈。好，刚刚这个，好，这时候你输入一个 I 送出，有没有？它答案就跑出 I 大，第一个是大写的 I 啦，不是 L 哈。I 有没有？这个是我们刚刚设定，马上就生效咯，有没有？那对方如果随便输入，他不是输入 I， 不是输入任何一个关键字的话呢，他随便乱输入送出，那他就会跳出这个，有没有？他就会跳出这个自动回应的那个句子哦的内容。但是一旦你输入的是关键字，譬如说刚刚示范这个 SEO 或是这个 B 啊 A 啊，那他就会回应你对应你自己输入相对应的那个关键字的内容。OK， 好。那这个就是从手机端，哦，从手机端去设定，哦，从手机端的 Line at 的后台去设定，哦，回应模式的方法。那我们下一节呢，我们再来教大家使用电脑版来做设定。那这边要提的是，哦，这个自动回应模式这个开关啊，哦，这个开或关啊，这个呢只有手机版的界面才有提供，所以你想要开启自动回应模式或者关闭自动回应模式呢，在电脑版我目前是找不到那个开关，目前找不到那个开关。那 LINE 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去修改它的程式，所以搞不好以后有，不一定。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至少手机这个地方可以去开启或关闭。 OK， 好，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边。